掉的。对，哇，是角度好高，哇，哎呀，哎呀，头发拨一圈，哇，顺着他的纹路，哇，大哥越老大哥。大哥刚刚讲切面了，我这一次也很好，要不要换位置？我这边视野蛮不错的，你看你切过来了，你还挺会做哎。那他在切的同时，那陈曦，你认为男人下酒菜跟女人？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分量的问题啊，我觉得下酒菜问我真的是问对人，因为我觉得我的食量就是跟男生一样大，因为我今天其实原本是要就是介绍另外一家烧肉类的，嗯，串烧是吗？它对串烧，它都是分量很小，就是一条，然后可能才两三个。对，我觉得我每次去吃了一碟，我都还没有饱啊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种大分量的，其实就是可以大口喝酒。所以你是很适合跟我们这些男生当哥们就对的。我还蛮哥们，因为人家豪迈就对了。对啊，就是吃东西也是，我很怕跟小鸟胃的出去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的男生就是可以跟我一起大口吃肉的高粱，对对，好爽，然后可以，所以你也敢喝高粱？我敢啊！再来一点，来，你们看那个康看我的眼神都已经不对了，他的眼睛已经睁到跟皮蛋一样大，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我这么嗨过。不是啊，我觉得可不可以美？